在深圳前海对岸，总价低至450,000就可以买一套海景 apartment， 是一种什么体验？今天我们来看看万科深业湾中新城这套大概710尺的 apartment， 自带海景阳台，在家就可以看海，户型很方正，空间都很阔绰，做两间房都绰绰有余，而且整间房 3.6 米层高，有独立洗手间，还有开放吧台，想点用都得。星期六咯，喺4.4万方滨海公园散散步，楼下仲有9.8万方嘅休闲商业街，喺呢度咧就真系舒适啦。项目离深中大桥得3公里，一条桥就到深圳，仲自带连检码头，楼下坐船直达香港，非常方便。呢种时代咁多配套，质素咁好嘅 apartment， 从312尺到710尺，总价只需要450,000起。以后无论自己用或者出租都好实用。快点击视频下边预约专车睇路啦！